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秀敏，欢迎收看飙股俱乐部。台北股市今天大涨137点，收在7894点，成交金额691亿。现场我们请到的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顺奎汤总顾问。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总顾问，真的像总顾问说的一样哦，台股今天大涨了。那么总顾问的盖牌股大家乐涨停， F 康友、F 立丰也大涨了。会赚的就是一直赚，投资这条路啊，它很轻松哦，抓对产业的趋势，盘不好的时候呢，它拉回，你要敢勇于做一波的一个布局，而不是好股坏股都在跌的时候呢，当大盘一个拉回，大盘它涨涨跌跌，它涨也是行情，它跌也是行情。那重点来了，大盘不好，有两种心态，消极的人呢、啊、会觉得他非常的一个悲观啊、哦，他会看到吸收很多。所谓的一个负面的讯息，这个市场我看过太多，涨的时候呢很乐观，要冲10000点、12000点；跌的时候呢要跌破8000，要跌破7000，要跌破6000，非常恐慌至极。因为在拉回的过程当中，我之前不断的提醒你，邪恶的第五波，因为它够邪恶，所以会很多很多很多的利空出来，所以会目的无他。这个市场就在逼很多看不懂行情的人。自己的选股跟大盘有关系的人逼你退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很多悲欢的非常悲观的一个讯息，所以你就会杀在最低点。而我不断的提醒你，市场上永远是贪婪跟恐惧，当大家都在恐惧的时候，你要贪。这个心态就是我跟你讲的两种的心态。消极的人啊，就会看得非常的消极。这一波的邪恶第五波再一次验证你够不够消极，你有没有在办法在这个市场上生存？因为你看到都很多的所谓的一个负面的讯息，叫你买股票，跨了高票，你跟他跨了贵，没有错吧？那今天一个回眸，我们今天老看一个回眸，一个大涨。今天最低的时候呢，大涨57，最高大涨148，收盘了、啊、大涨137。那它开始突破了所谓的一个整理平台，那需要我再做一波的解盘吗？你不会想看解盘的节目了，因为从我不断的提醒你，别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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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是这一个破底。我还是喜形于色，不用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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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股票，好的股票，不怕它拉回，怕它不拉回。千呼万唤始拉回的过程当中，死都拉回了。它好股票，它终于拉回了。你当然要站在买方啊。等一下，我们一步一趋，一步一步来。赚钱啊，如探囊取物，不会赚钱啊。你选的股票永远跟大盘有关系。偏偏又看了一些很多的节目。他看涨的时候，他说他涨10000点；看跌的时候，他跟你讲他跌破8000，跌破7000。你丈二金刚，你摸不着头脑啊！亲爱的投资朋友，这一波我跟你讲，邪恶的第五波，我讲，我说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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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即便是这样放大，我还是跟你讲，别惊别惊别惊，他在所谓的支撑线之上，你在怕，到底在怕什么？你会怕，人之常情，因为你是所谓的一个散户，普罗大众通常都是会散户，看涨的时候呢？看得很乐观，跌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吸收都是悲观的讯息，原油大跌啦，美股大跌啦，奇怪，全世界都在大跌啦，伊斯兰杀人啦，叽叽哦哦等等，我反而跟你讲，不用怕，不用怕，不用怕，怕才有钱赚，谁会这样跟你讲？一直到今天的一个大涨，一个回眸啊，一个回眸解千愁啊，他开始突破一个短线的一个平台，他准备要开始反弹了。那我问你，这句这个所谓的支撑线，它画得漂不漂亮？你今天的大涨，你不会喜形于色，因为你看我节目一个礼拜以来，我陪你走过了大风大雨。但是选股就不一样哦，好的股票它拉回的过程中，你要大胆的站在买方，因为它是好股，涨时重视，跌时重视，它千呼万唤死拉回，终于拉回了，你要大胆的站在一个买方的一个操作。那你会发现冬天到了，很多保健食品啊卖得非常好。哦、很多相关的一个生技股里面的保健食品、哦、它卖得很好，像这种股票今天也转强了，之前从90块到350块的所谓的一个一路狂飙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来，它来来回回做一波的整理之后完成骑行整理，我认为这个压力线你不要让它过、哦、过了后面就朗朗乾坤，后面就万里无云、哦、那应该怎么操作啊、哦？那你应该很清楚、哦。另外我讲过了保健食品的部分，弟弟的股票看完之后，我们来看姐姐的股票，同样是客体国际集团的 F 立丰，获利亮眼，之前报道也爆出来 F 立丰去年第四季营收呢是创下新高。那好的股票就是这样，去年创新高，今年还会持续创新高，这种股票不断的产业往上冲的产业，它就是好股票，当大盘把它拖回来的时候，你要大胆站在一个买方，偏偏能够做得到的人呢如龙有几人，因为你会发现全世界的股票全部死光光，不可能有股票可以买。
好，那讲到这里为止，你看一下他拉回的时候，我做示范给你看。这张股票叫 F 立丰，他拉回了。我说他产业是往上，285块。那时候我也跟你讲过，对不对？后面呢，往上走，327。我说仍然看涨，330。后面呢，今天336了。还是看涨，因为它是好股票，千呼万唤始拉回。这个地方它遇到前高了，它会震荡，震荡完毕之后呢，它会，我认为还会再创新高。好股不怕盘来磨，涨时重视，跌时重视，这句话你绝对听过。但是做得到的人，他如龙有几人？做得到，你会发现，哎，台北股市轻轻松松，而这后面又是很多研究基础的什么汗滴禾下土，它粒粒皆辛苦啊！听得懂的人永远听得懂，听不懂的人啊。跌下来的时候啊，你就会很害怕；跌下来的时候啊，你完全看都不想看。我还问你谁在接，我还讲别惊，258 F 康友，有无？我有跟你讲无？结果呢，258涨停板，295块，我拿涨停板跟你交朋友。后面呢，继续创高，322块。后面呢，今天又再创一个短高，1月25号，329块了，又是公开验证，有没有？18。什么时候跟你谈的啊？谁敢跟你讲股票跌下来不用怕？你告诉我，谁？你叫他站出来，你叫他站出来。这张股票跌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一般的一个功力不够、火候不足的分析师，一定会跟你讲：“哎呦，空头走势，这种股票一点还半干温戏。”你看，啊，要打蛇随棍上，每个都会讲，没有人敢跟你讲，别惊哦，也在背哦。很多人说要看实力嘛，这个时候就是看实力，涨时重视，跌时重视。这张股票如果值不好。如果我汤顺奎对他不了解，我会叫你买吗？258，涨停板295，再创新高322。你看一下，我跟你讲的时候329，今天又创新高了，公开验证。为什么来找我都无话可说？1月18，1月19，1月25号，我什么时候跟你揪？应该很清楚吧？258跟你揪了，市场就是这样。会赚钱啊，探囊取物，轻轻松松，跟对人就是如此的轻松，投资就是很轻松，不会因为大买500张500万呢，多来刮碎的刮，每天从9点看到1点半，不然嘛是了解，这不是你要这个市场的目的。另外，在所谓的一个散热模组的部分，今天有一档股票创新高了，之前跟你谈过超重，一档一档喷出哦，这档股票我之前跟你讲过，仍然看涨，之前跌到这里。43块，我跟你讲，它超跌，全市场可以蒙到最低点的，啊，不小心蒙到最低点的。后面你看它如何的一路过关斩将，我就不谈了。你也是看到一底，涨了一倍呢，它还有一倍、两倍，137，从43一路的薄幅摇而直上43。那时候跟你谈，它涨到多少钱？137，一直到今天，我也跟你讲，它仍然看涨，143了。回过头一看，43块，前面多一个一啊，哇！这叫不叫做功力啊？在投资的路上，我觉得做股票就是做产业的趋势。当你抓对产业的趋势后，就是一路一路的爆，一路一路的操作，拉回就是买，拉回就是买，这个就是市场。很多人说做股票不知道怎么做。今年呢是2016年。2016年，我再讲一遍哦，它是怀疑中成长的一年，很多的股票都误杀。你有很多的股票，你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你真的一定要来找我。你不要误杀，好的股票你把它杀在最低点，后面一个弹上来之后就是30%、50%这样子弹。所以换股非常非常的重要。上礼拜我跟你讲了很多的所谓的原油的关系，原油大跌造成全市场、全球不止全市场，全球主权基金的国家回收新兴国家的投资，原油大跌。然后新兴国家呢，股汇联动，最近的股汇在上礼拜五止稳了，原油也大的一弹啊，弹了21%，所以你看一下又回过头一推，原油大涨，所以呢，我认为主权基金相关的国家的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原油国家的这个卖压已经慢慢的结束，过年之前丙种的卖压也已经慢慢结束，今天已经反映在台北股市上面，所以还是一样选股的问题，你有很多的股票千万不要误杀哦。好的股票逢低就是买点，那么要怎么选到超级绩优股？选对股跟对人真的很重要，让你不用管大盘，轻松当赢家。待会回来。
妈，你做阿舅吧，熊仔。我头痛的去买。我们长大了，爸爸妈妈老，不能孝顺父母时，贵格双效活灵芝帮你照顾父母的健康，还能帮助免疫调节，延缓衰老。这就好啦。你买大刚力吗？你买不嘿。孝顺父母，贵格双效活灵芝最好。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同步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网罗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期指多空双向，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富德同步致富专线。我是大野狼，阿迪亚在我的手上。如果你们想要阿迪亚平安无事，就得准备3000万的贡丸。等一下，难道不知道在全国的各大通路中都买得到台糖安心可贡丸吗？实在是太好吃了，好吃，安心最珍贵。刷牙我绝不马虎，但再怎么刷也是不够啊！刷牙只清洁25%口腔，李施德林含4种精油，有效深层除菌，预防口腔问题，提供6倍深层洁净，给你100%自信。李施德林。有时候你所需要的是道地的韦特奶油糖带来的香浓滑顺奶油口感，使你感受到你是独一无二的。道地的韦特奶油糖，揭开台湾挑战太空的秘密。我们已发射火箭，我们已卫星升空，跟随 NASA 脚步，告诉您台湾冲破天际线，探索真理，脚步不停。中视新闻，冲破天际线。欢迎回来，飙股俱乐部。刚刚总顾问说到要换，那么手上的股票想要汰弱换强，总顾问该怎么从主流中找飙股呢？2015年，网络票选的最前面的第一个字，它叫做“换”，啊，果不其然，真的换了政党，好，那股票做错呢也要换，跟错人呢也要换，跟对人呢他轻轻松松，啊，汤老师的外号太多太多啊，最近的外号啊，双红汤，从17块玩到玩到52块还在玩，涨多少自己算一下，做股票很简单，哦，刚刚你讲的对吧？做股票做产业的趋势，发现产业的趋势，底部进场不赢也难，一路大干一场。中间呢就是爆股票的问题，所以你要情绪控管。哦，很多人涨上来之后呢，反而不敢玩了，情绪会控管不好。很多人涨上来的时候看到汤老师介绍双红呢，情绪控管不好，不敢买。哦，包括我的有的会员也是这样，老师啊，你去啊40块啊，我叫阿妹，结果不敢买，买太少，喷出去之后，哎，老师啊。你讲的是对，全国电子死光光，双红竟然会创新高，无话可说。好在有参加，啊、哦，这就是情绪控管。很多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做股票做观念，情绪控管的问题嘛，时间控管的问题，什么时间点去做什么股票，资金控管的问题嘛，做对股票你一定要重压嘛。讲得很简单，但是能够做得到的，他如龙有几人呢、啊？没有错吧？大盘最近很难做，大盘一个回眸。我讲过，主权基金的卖压已经开始慢慢的宣泄结束啊。最近原油跌到骨头里面去，上礼拜开始大涨。之前全球因为原油大跌，而这些生产原油的国家主权基金啊，收回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所以造成股汇市联动，好股卖股啊，都一直卖，所以杀出很多超跌的利润。这句话听得懂的人呢，如龙有几人？就是如同这一波的大盘，它杀杀杀到骨头里面。我跟你讲，别惊，老神在在，轻轻松松。我跟你讲，它依旧在所谓的一个支撑线之上，听得懂的啦。杀下来啊，你就敢做多，然后呢，拉上去之后，因为它来来回回，它震荡打底，拉上去就做空，来来回回赚它的钱。结果今天不通起来，你看一下又创新高了。就是我上礼拜跟你画的那条线，就不用我再讲了。解盘解盘解那么多都没有用啊。很多好的股票我讲过了，很多创新高股票你不敢买，未接高的股票你认为未接高你不敢买，这张股票它叫做大家乐，这张股票就是我说它落底了，它是在底部区嘛，啊，这张股票就是误杀，那误杀应该怎么做？它是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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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你准备好了吗？没听说大盘呢8000会破，
啊，七千会看到，六千会看到，五千会看到，那那政党轮替会崩盘，哦，就想太多嘛。原油国家大跌，股汇双杀，千万不要玩股票，不可能有股票会涨。这张股票就是你看一下，为什么我看得懂它落底、啊？放大，你看一下为什么？好，讲这么多都没有用，市场永远是对的啊！你看一下，老师啊，没气啊！我反而在上礼拜我跟你讲什么？自息量，港股都跌家了。上礼拜有没有？结果你看一下，今天呢？讲这么多都没有用啊！我说自息量，我们就是躺着趴着跪着买。都没有动啊，股票不是这样吗？没有动的时候去买，买完之后全部不用买，开始亮灯涨停，这不是你要的吗？镜头拉远，你看一下有没有一样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 K 线有没有一样。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赚钱就是这么轻松啊！按表操课，买的时候呢，尾盯尾当，躺着趴着跪着买，然后呢，买完之后呢，你就不用买。后面就亮灯涨停，后面你就看到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按表操课，开心得奖。做股票投资就是这么轻松，不是吗？恭喜，今天工商涨停板锁住了、哦、安全带绑好，获利爆了，仍然看涨，轻轻松松啊，不是吗？今天根本就不用买，亏盘了就怕一路过关斩将，有无？有无啦？我甲你借的时阵伫遮哦，一支乌乌拉回来。几几哦哦拉回来，它是不是机会？我又很有把握，搞了一揪。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日日思君啊，却不见君啊。它今天亮灯涨停板，这啪，轻轻松松，探囊取物，放进口袋。整个操作的过程不拖泥带水，投资就是这么轻松啊，跟对人就是这么轻松啊。再看一遍，搞了一揪的学生大家乐，我说要落底了，那你我讲过了，你只要放轻松。来找我不做他想，也不要什么丙种资金怪到了，原油股会双杀，原油国大杀，八千点会破，七千点会破，我讲过了哈，你没办法会见斩情师，我帮不了你，解铃他还去系铃了，你就是放下，放得下，放得开，越早在菩提树下顿悟，越早见证花开见佛的喜悦。你之前的种种，过去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的种种啊，他譬如今日生啊，莫向坏头看，回心即是佛，你看不看得开？过去我知道很痛苦啊，去年很难做，我知道、啊。去年很多人没做到生技股，那就很惨啊，一档生技股都没有，满手苹果概念股哦。你今年的年难过了，没关系，我讲过，你不要想太多。好、哦，所以最近有很多人来找，我就说过，你放不放得下，想不想得开，那重新开始，越早在菩提树下顿悟，越早见证花开见佛的喜悦。买的时候呢，轻轻松松。我也跟你讲，它自息量，连续两天让你躺着趴着跪着买。买完之后呢，亮灯涨停板，轻不轻松？做股票就这么轻松，按表操课，开心得奖，谢谢惠顾，恭喜！今天工商涨停板，获利爆了，安全带绑好，仍然看涨。投资就是这么轻松啊！我很有把握，改你揪，你为什么不来？想太多啊！少年不是愁滋味，未负心思啊！你强说愁，你只要想赚钱，一切都来得及。哦，一个人有本事可以从17块到你一直玩到这种股票，大家很开始所谓的一个关心的就是双红这一档股票，当初高难度的表演，我讲过它震荡完毕之后它会再创高，双红我跟你说它又是机会，你又不要想太多，想太多你绝对赚不到，你把我当初也当作跟其他投顾老师一样，你就绝对赚不到，我跟其他投顾老师到底差别在哪里？看我凶谁？涨这么高你绝对不可能买。很多人猜到说这是电子股，电子股全国电子股死光光，苹果全部死光光 ，IC 设计把钱设计光，不可能有电子股会涨。那你不相信啊？我还是一直盖白，我因为我知道你不相信啊。来找我的，我讲过，你一定要放轻松，不要想之前的事情。那后来给你开牌，它叫双红，它突破了，我说它准备升空了，结果它有没有升空？老师啊，怎么有可能股票会升空？讲这么多没有用啊！大盘这一波跌了624，吓稀烂啊！为什么这张股票亮灯涨停板它喷出去了？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它持续登高，相信你所看到，它直上云霄了。出一半我也跟你讲，拉回我跟你讲，什么时候要买我都跟你讲了，对不对？还没走完，拉回买给你看。我说刚开始而已，你还是不置口否，搞不懂情况还在放空。你看我说它养空啊，过高了还是看涨，后面呢？
又创新高，金枪不倒，大盘全国电子死光光。这档股票为什么金枪不倒？即便是拉回，我跟你讲，好的股票、啊、看法不变，但今天又开始转强，空单持续的创新高啊！啊，你看一下我今天怎么跟我的会员讲，1月25号，今天还是很强，持续转强，务必获利爆了，安全带绑好，一张都不卖，空单持续增创新高，人看会嘎空啊！全国电子死光光，为什么？我当初就是有这个本事找到这种股票，金枪不倒。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跟其他投顾老师到底哪里不一样？跟你讲，所谓的大家乐今天亮灯涨停板，解一个缘分有这么难吗？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共饮长江水，日日思君啊，却不见君。我还有股票要标，好，今天最后一天，我把它结案。好，不管你参加哪一种，一律绝缘价。股票期货都是一样，一律奉陪，会期一律从3月份开始起算。反弹的关键时刻，选对个股表现就可以超越大盘。打电话进来，教您汰弱换强，换到一手好牌。糖尿病吃个饭多麻烦，没麻烦。医生建议早餐或宵夜就选雅培不胜钠，特别有糖管理系统 ，DGI 饱足感，增强体力。超过300家医院一致选用。大钢丁肝胆个特导，好吧，早晚不胜钠，糖尿病。稳妥当，胡胜娜健康成双，一箱送两罐，行动要快。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你做得到吗？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您知道吗？富德投顾拥有证券及或双证照的专业投顾公司，网罗各界精英，标股千挑百选，旗帜多空双向，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富德投顾致富专线。感冒了，大正百宝能颗粒剂型吸收快，5到12秒快速溶解，有感冒征兆及早服用真有效。日本领导品牌大正百宝能 Pablon。 美俊可没那么好对付，除美不上除垢，要除根才行。全新升级魔术灵除美调节，每根锁定因子，自动追踪除美根。魔术灵除霉调节，追踪锁定，除霉先除根，就是轻松快。还有浴室魔术灵，加干净加好运，快搜寻新春打扫。过年吃鱼，年年有余。麦香红茶一派而红，麦香奶茶皇上吉祥，麦香绿茶大吉大利，熟悉的麦香最对味。你在干嘛、啊？都是天然安全。小朋友洗澡的时候，常常他就不小心就给你抹进去了。当我自己把家里的产品都换掉之后，我就知道说小朋友应该是很安全的。聪明拜金女在中视。欢迎回来，想要获利，一定要领先布局，找到标股。总顾问有哪些个股特别值得关注？赚到钱了、啊，股票市场啊。吸引人的地方是，小至市井小民，大至达官显贵，都需要透过这个所谓的一个黑板一争高下，胜者为王，他败者为寇，他很公平的一个市场。但是呢，十个人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人都想去罗马，十个人去啊，九个躺底下，只有一个人有办法到，而这一个人呢、啊，一定是勇敢所谓的一个反市场操作，他一定是看得懂这个行情，他一定了然于胸，什么股票呢？这档股票他误杀。而且很有把握重压大买，他才有办法朝罗马前进。而其他九个躺在那个地方的呢，一定就是跌的时候呢，哎呀，好悲观啊！涨的时候啊，哦，好乐观啊，要冲万点，赶快赶快，叫他不买股票也难啊。看涨说涨，看跌说跌。你在这个市场，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赚钱？亲爱的投资朋友，过年你的过年要怎么过？讲到这个，我讲过，最近来找我的，我讲过放下。你只要想赚钱，这是我要强调一个重点。你只要想赚钱，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没有说不要给自己找一大堆借口。过年快到了，丙种卖压快了，那个原油大跌，好在没买了。好，你的理由我都承认。失败的人啊，就是一直找借口；成功的人啊，他不会找什么天时，他不断的去找股票。当天时地利人和来的时候，就是他翻身的时候。
而我的工作就是在重要的时间点做重大的决定。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个什么过年快到了，丙种卖压，然后什么原油大跌，我每天都在看一大堆报告。汤老师看完之后，你看这张股票，举例讲这么多都没有用，市场永远是对的啊。我说大家乐，一月二十号。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我说它落底，我说我跟你讲，我观察它很久，一路跌。我不是今天才兴之所至冲进去，所以你看一下，我买的时候呢，轻轻松松，很有把握。我也跟你讲，它自息量，上车就对了，还是很有把握。给你揪，你就放轻松，躺着趴着跪着还可以买两天。做股票就是这么轻松，轻轻松松上完车之后呢，今天开始亮灯涨停板，赚钱就是这么轻松，不是吗？跟对人，轻轻松松 ，Q 卡亮吹球啊，给哪里嘞？回盘了就派啊，好不好？一路过关斩将，按表操课，开心得奖，来恭喜！今天工上涨停板，获利爆了，安全带绑好，仍然看涨。做股票就是这么轻松，探囊取物，不是吗？你为什么不在车上？这又是你的问题哦。还是那句老话，结一个缘分，天雨虽大，不是无根之草；佛门虽广，那不渡无缘之人呐、啊。不管股票，不管棋子，结一个缘分，不怕货比货，怕你不是货。一试啊，它成主顾。你最担心的会费啊，会期啊，我们得从三月份开始起算。想赚大钱，一定要跟紧脚步。接下来还有一档又一档的潜力标股在等着你打电话进来。总顾问提供结缘价的优惠方案，不要错过每个赚钱的机会。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全国各大通路，肉质甘甜可口，安心又美味的猪肉就在台糖安心屯。消化不良，胃酸过多，快用金十字胃肠药，近五十年的信赖，金十字胃肠药。追求更高境界，就要高纯酿，让鲜味更上一层，鲜体味更美味。四季高纯酿酱油。高境界就要高纯酿，让鲜味更上一层，鲜体味更美味。四季高纯酿酱油。2016最变动的年代，新旧思维大翻转。中时新闻在趋势最前线，与您携手向前行。花千骨在中视。把他接回来，不可能，那我就先杀了你，再去救骨头。师父，不要和我杀，不然黑暗让我这么绝望的。